怎么了？我刚才去见我的前夫了。哦。然后呢？我感觉非常不好。哦，没事没事，休息一下。要不要咖啡？不用了，谢谢。我现在只想马上回家。那要不要我送你回去？不用了，谢谢。你得待在这儿，这儿必须有人看着。啊。琳达，琳达，没事吧？哎，能不能听着我说话？琳达，杰哥，叫救护车。OK。How you feel today? Much better. Thank you. So all your reports are ready. Mm-hmm. So your brain are normal. Your blood tests also are good. So I seen you got suddenly aspichia because you was working too much. Maybe you got too tired, too pressure. And also your husband told me that you done surgery. Do you want to make TC test? Not necessary, but my husband.Yeah, your husband, which one brought you here to hospital yesterday?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Chinese guy? Yeah, isn't he your husband? Oh, no, sorry. Not at all, he's just my friend. Sorry, I thought he's your husband. It's okay, no problem. Never mind. Thank you. Thank you, doctor. 警察的毛贵要性命。Oh, Sherry.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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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Don't rush, don't rush.You need more rest, okay? It's okay, I feel good. You 怎么了？笑什么呀？十一，我很感谢你，你救了我的命。没事儿，来吧，宝贝儿，别担心啊。公司的事儿我会安排好的。我知道，我相信你，你可以的。嗯。十一，我在想，你的签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期了？是啊。你打算怎么办？继续申请呗，还能咋办？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些其他的办法？我不知道呀。你可以好好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有啊有啊有啊，就是那个。假如需要我的帮忙，你不用客气，直接问我就可以了。你刚才是要拿什么东西吧？我帮你啊。十一，是我的话让你不舒服了吗？没有。好啊，我现在觉得很好，你可以去忙你自己的事情。你确定吗？我确定。啊，行。再见。爱你哦。喂，情况，哦，是这样的，那个床位啊，不是这意思，你不用和房东聊了啊，我不搬了，就是因为那个，一会儿空嘛，见面聊。这绿卡就这么到手了，羡慕啊，真是。其实这顿饭非得让他请我。那肯定的呀。爷来了，来来来来，哎，你们三个怎么都来了啊？我叫来的。我跟你说啊，今儿你可别想跑啊，得你请客。吃什么饭啊？我有事儿。哎，春哥，春哥，有什么需要？
今天这顿饭李十一请客啊。请什么客？我真有事儿。哎，留住留住，我有，我再说一下，我有事儿。我有事儿。我十一哥，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啊。咱当初可说好，谁先拿到绿卡谁就请客的。怎么想来账啊？什么绿卡呀，什么和什么呀，我现在状态是已经准备好打包滚回国了。哎，这才像咱们十一的风格吧，那嘴里压根就没句实话。啊，行了，不是吃饭吗？我请。但是从现在开始你们谁再提绿卡我和谁急啊。不是，停。那我还要不要准备啊？准备吃什么便宜上什么。好好好，便宜点便宜点。疯吧你就。就是。今天我本来我就是叫了见过一个人，你们三个都来了也好。哥们儿碰到事儿了，拿不定主意，参谋参谋。这还有什么值得可参谋的吗？就是啊，赶紧的麻利的把日子定好了啊，我们几个也好早点给你准备红包啊。不是，我说你们几个能不能有句正经话呀，我是你们的朋友好吗？齐啦。哎，行了行了啊，别开他玩笑了。哎，你麻溜点的赶紧说呀。琳达，他可能是想和我结婚，但是我说实话，我没考虑好到底要不要和他结。这不是你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吗？你当初进那家旅行社，不就是瞄准了那单身老板娘吗？十一啊，这事儿跟你自己想清楚。当初你不是总跟我们抱怨说琳达油盐不进吗？人家现在松口了。你又想不通了？他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突然就晕倒了，我把他给救了。啊，他被你感动了。和这个没关系，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我就想啊，你说他现在都这个岁数了，再过几年那岁数更大了，到时候身体肯定就有毛病了啊，那个时候我就成了大保姆了。不是，他不是有保险吗？不是不是不是，我说的还不是这意思啊，我是说我俩真要是把这个婚给结了，日子过得也应该是挺没劲的。你想啊，他吃的东西我吃不惯，我吃的东西他一眼都看不上，没法过呀。你这想的也太远了啊。但是我想拿绿卡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我要是拿了绿卡我日子过不好，我拿它干什么？那你还没过呢，你怎么就知道过不好啊？我跟你说啊，十一，这个感情啊，它是可以培养的。依我看呢，你纠结的根本就不是拿不拿绿卡，你啊，良心未泯，对人家没感情，也不想出卖自己的感情呗。我就问你一句啊，你喜不喜欢他？不用百分之百喜欢，百分之五十有没有？就是你跟他在一起，有没有一半的时间是开心的？百分之多少我也没算呀，百分之，哇，你真的是因为爱情哦啊！我说你们这些人啊啊，口口声声说到美国我是来淘金的啊，为了钱可以不顾一切，其实呢，到了关键时刻，总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是放不下的，对不对？那就对了嘛，放不下，那因为你们都是人嘛。如果你放得下，拜托，你就不是人了我。来，十一哥，看一下，大不大？你的，太贵。葱烧海参换成拍黄吧。你快来啊！算你狠啊！吃根黄瓜不胖。嘿，吓我一跳！谁跟你干嘛呢？我想静一静。你怎么过来了？哦，我来找你啊。那个，这是新的香囊，那旧的呢？啊，旧的
带着呢，我天天都带身上。随身带的呀？哎呀，我跟你说，这个药效没有了，你就用新的吧啊。有没有人说你臭啊？没有。啊，那就好，那就好。你就因为这个，特意过来找我的呀？啊，哦，我知道，你说那个钱的事儿，我拿到了，我马上还给你的。啊，没事儿，没事儿。哎，我正好有个事情想跟你说一下啊。哎，对了，肖战哥最近找你了吗？没有啊。没有？啊。怎么会这样啊？这太奇怪了呀。怎么了？他也没说什么吗？说什么没说呀？没什么，那我先回学校了啊。哎，那个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啊？你给我一点点时间。什么事儿？我心里面想说的话，我现在要说出来了。薛姨。是。人家叫你了，赶紧过去吧，还愣着干嘛？他叫他了，我去干嘛呀？没事儿，其他事儿以后再说啊。看你这样，我和他没什么事，你别误会。It's getting dark now. Come in. I would like invite you to dinner. Join us. No need. I need go back to school. Maybe next time. Really? Up to you. Okay. Bye. Bye. 你先别搬，你让我把话说完了。小江，你好。I heard that some carnival performance outside. 你不陪我去吗？你希望我陪你去吗？算了，你还是别去了。请上车。肖先生，我很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第一次都这样。你不要把你想象成是一个证人，你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你什么意思？我们的法律不关心事实真相，只关心故事是否圆满，情绪是否动人。至于陪审团更加如此，与其说我们是来证明一件事情的真伪，不如说我们是来创造一个完美的故事。政客、商人、律师，还有脱口秀主持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儿。我们都是演员，我们都会讲一个好故事。你女朋友真应该陪你一起来的，你会好受一点。等一下，你先进去吧，我想待一会儿，呼吸点新鲜空气。你最好不要离开司机的视线范围。我不会跑的，我只是想安静地整理一下思路。我可以给你十分钟，十分钟后我必须在里面见到你。OK。你怎么跑过来了？对不起啊，上次我跟你说的话，我说错了，对不起。说错什么了？上次你说有个朋友出事儿了，我今天才知道是福特先生惹上官司了。你说的那个朋友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
小青，你回去吧，我不想让你看见我出庭的样子。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难处，艾薇姐一定有她的难言之隐。上次是我说的不太妥当，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只要你听从你的内心，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回去吧，小青。我想陪你进去。如果还当我朋友的话，回去吧。您在两年之前曾经跟朋友抱怨说您的研究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可能在有生之年都无法取得突破，是真的吗？是的。可是仅仅过了半年以后，您就宣布您完成了技术研发，是真的吗？是真的。原谅我无法理解里面的因果逻辑，您能解释一下吗？人类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几百万年，直到1698年才发明出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提水机。仅仅270年以后，我们就已经把宇航员送上了月球。说老实话，我也不太理解里面的因果逻辑。保持肃静，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了，法官大人。你现在可以下去了。我请求请下一位证人出席，他就是福特先生的学生肖战先生。你的右手，你能否发誓保证如实陈述，毫无隐瞒？你能保证吗？我发誓。肖战先生，作为维斯特福特的学生，您是否经常与他一起探讨科研问题？是。那么您是否就搜索技术的相关问题与他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是。您是否在不同场合听到过维斯特福特先生提及自己在研究上面受阻，很难推进这件事情？是。肖战先生，您是否听他谈起过在研究过程中借鉴过来自外部的技术？那也不能去做伪证，他做这种违背良心不道德的事情，那以后一辈子能心安理得吗？没有。对不起，我没有听清，请你再说一遍。我和我的导师不止一次就此项技术进行探讨，他的技术就是在他的实验室里，在他的电脑上独立完成。你们可以去格林大学计算机系询问更多的同学和老师，任何一个人，我相信会给你同样的答案。没有更多问题了，法官大人。肖战，
要我送你回去吗？不用了，谢谢。你在发抖？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诚实的孩子，很好。站。福德先生，一起吃顿饭，你应该有很多话要对我说。对不起，福德先生，我还有些事要处理，我回头再找你。对不起。好的。有事吗？没事。肖战，我走了，我们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这样对你对我都好。我不想再因为我家庭的事情拖累你了，你以后要好好生活，从现在开始我也会自己照顾好自己的。乔振的事儿听说了吗？跟乔振的王八蛋闹掰了，当场翻供。官司谁赢了？官司没说谁赢，现在还在打。不过我倒听说呀，肖战真要是昧着良心做了伪证，那乔治十有八九能拿下官司。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啊，这老小子阴险得很，完全在利用肖战。肖战哥真是倒霉，碰见这样的人。但我也想了，这事儿如果肖战哥不想提的话，咱们也别提了。那能说不提就不提吗？那不提艾薇家的债怎么办？没听说吗？现在不是5万了，100万。难怪肖战会被利用呢。怎么了？我现在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希望肖战哥能够顺利毕业，然后再顺利的找一份工作。工作以后呢，拿到工资了，一笔一笔慢慢的还，这笔钱靠时间来慢慢还上呗。还有别的办法吗？但是怎么帮肖战哥顺利毕业呢？赶紧把他的毕业论文解决了。哎，你来的正好，来来来，你帮我把这个抄一下，快点。抄什么呀？我刚刚去找过肖战哥的导师福特老师了，这是福特老师开出来的参考书，把里面的摘录全部找出来，帮肖战哥可以节省时间啊。计算机的东西我不懂，我来不了这玩意儿。你不懂照抄嘛，又怎么了？你要来不了的话，你别烦我了，我现在还抓紧时间抄呢。看这大中午了，到饭点了，要不然请你吃个饭。这些东西不抄完，没有胃口吃饭。真是拿你没办法。行，我帮你啊。嗯，这些字儿我都认识，这连在一块儿就不认识。我都已经标出来那些要点了，照抄就行了。好。哇，你做事都不会笑的吗？啊，你脸这么臭，我做什么生意啊？笑一点，快去啊！哎，真的是，哎，朱哥，我走了。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收起来。这干嘛？防身的哦。不用。我告诉你啊，前几天啊，我们店门口经常会有几个烂铺街在这里转来转去啊，我都有看到啊。我担心啊，他们是冲你来的哦。那也不能杀了我呀。大哥，这里是美国啊，你得罪的都是华尔街的大佬啊，那些金融流氓，没谁都做得出来。所以啊，现在最重要，保自己一个平安。收起来呀、啊。谢了。小心啊。Hey, friend。你是中国人吗？有什么事吗？哎 ，Come on, just make friends。哎，别这样，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别这样好吗？我只是从这儿路过。Come on, take it easy, okay? I just wanna make a friend. Take. Whoa. Don't push me, okay? Whoa, take it easy. 你要打我吗？我根本不认识你，我只是从这儿路过，好吗 ？You wanna hit me? Really? Okay, 这条路。给你，我不走了，好吗？啊！说没办法，肖战孩子吧也挺倒霉的。你说得罪谁不好，得罪一小人，这个事儿换谁谁也没辙。哎，小青，小青，不是你来了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帮肖战呢。他现在这官司肯定是打定了，但是现在律师费我们太高了。他现在人呢？还在警察局吗？那倒没有，被人保释出来了。谁呀？不知道，但是他刚才给我打了一电话，说他现在谁都不想见，想一个人静一静。战，你应该感谢我，没有我的帮助，你现在还关在警察局里面。你保释我出来的？当然了，你的朋友里面谁能帮你交保释金？但是小伙子，这次你惹上大麻烦了，你知道吗？有目击证人，凶器上面有你的指纹，受害者坚持要起诉你。你什么意思？意思是，你要留下案底了。除非你跟我一样有钱，否则你就永远也拿不到绿卡了。在你学会某些事之前，你要接受这个小小的惩罚。欢迎来到真实的美国社会。我认为律师费的事儿应该暂时先放一放。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儿？你还不明白吗？对于肖战哥来说，这场官司现在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艾薇姐。我刚去学校问过了，说艾薇姐又到百老汇去试戏了。你们谁知道百老汇在哪儿啊？咱们应该去找他谈一谈。哎。啊？我知道了，谢谢，高先生。看起来你朋友的官司很麻烦，所谓的受害者是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和无赖，他至今没有正式的工作，靠领失业救济金过活，但他却坚持不肯庭外和解，仅从这点来看就非常的蹊跷。您的意思？我是说，你朋友惹上的不是那个流氓无赖，而是更大的人物。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官司。
如果上法庭，我朋友的胜算要多大？这得看你请什么样的律师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没有任何的胜算。那我要给他请最好的律师呢？那就会很贵啊，贵到你无法想象。关于女朋友的官司，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艾薇，我不像其他的男人，我能给你他们永远不能给的东西。如果你想争取这个女主角，她就是你的了。我从你的眼睛里面看到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整个人的气质都发生了改变，你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公主。下午你过来，和编剧导演见个面，一起讨论一下。Hi. Hello. I have to go back. Bye bye. 走吧。艾薇姐，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想跟你单独谈谈。下次吧。艾薇姐，你不能这个时候离开肖战哥。回去，你帮我告诉肖战，让他照顾好自己。我不去，要去你自己去跟他说。我不能再见他了。艾薇姐，我这样不光是为了肖战哥，还为了你。你别这样好不好？你听我一句，你清醒一点，这样会毁了你自己的。不是，这关你什么事儿啊？就关你什么事？小心，十一，我这么做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肖战。我不能再拖累他了。可是肖战会受不了的，这个时候他需要你陪着他。长痛不如短痛。觉得现在这个结果也挺好。多大点事儿啊！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知道你心里面过意不去，哥们在这陪着你，你要有什么不舒服了，你就冲我来。我得去找他。你找他干嘛呀？你拽着我干嘛？我怕你去干什么傻事儿。撒手！你不撒手，我先朝你动手了。你要是打我几拳，你能开心的话，你就打。哎，李十一，你能二十四小时看着我呀？算了吧，这样也好，他心里能舒服点。置什么气啊？你们在干嘛？这不是帮你收拾东西呢吗？你自己也答应了今天搬过去。你别碰我的东西！你们让开，我自己收。好，好，你自己收。烦死了，懒得管你。哎，你别走啊！姑奶奶，你到底想怎样啊？你要是想自己收拾，那你就收。你收好了，我来搬，行了吧？让肖战来收。啥？绝对不行，他来了肯定闹事儿。你以为他是你啊？他能闹什么事儿？拉倒吧，他来一次闹一次，
我可受够了。他会来的。你咋知道？还真来了。我告诉你，你可不能见他啊！我不见他，我从后门走，送我去百老汇。你帮我告诉肖战，今天下午我在詹姆斯先生的公司等他。啊？不是。来来来，肖战，不瞒你说，我正准备去找你呢。找艾薇呢吧？她不在。不信你自己上去找。但是他说了，有一些东西呢留在家里了，这些东西呢，有些是他的，有些是你的。你看你是不是自己上去看看，把你的东西拿走，好吧？肖战，我提醒你动作快点，我那还有事儿呢。好了，各位。看来我们的剧本会改动很大，原有的剧情框架、人物关系都可以保留，但是把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古代的中国，就在1000多年以前，那个伟大的唐朝。在女王主政期间，有一个美丽而骄横的公主，我们得抓紧时间做这件事的。那今天就到此为止。艾薇，外面有人找你。肖战呢？肖战，肖战，被你猜着了，他到家里去了。把你的东西都收拾好了。那他有没有留话给我？有拿走什么东西吗？他什么都没拿。不可能的！我骗你干什么呀？不过我倒是问他了，他一句话都没说。他反正就是什么都没拿。不过我觉着呢，这个人蛮心细的啊，把你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全在这儿了。拿进去吧，别忘了跟你姑父说一声。你呢，也去跟那个詹姆斯先生说一声，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规矩，一定是要到家里见长辈的，所以请他到家里，我要见他，知道了吧？Mr. J, why are you here? May I come in? Yes.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等你回来谈剧本，等了好久都没有等到，我只好让导演和编剧都回去了。我想你是知道的，
这个世界上的演员分为两种，一种演员把表演当成是自己的事业，每拿到一个角色就想把自己变成戏里的人物，可是这种演员呢往往很难取得好的成绩，因为他们始终是在表演，观众可以清楚地区分出哪一个是他自己，哪一个是他饰演的角色。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演员把表演当成生活，舞台就是他们的家，而角色就是他们自己。而现在呢，你可能已经遇到了这样的角色。我该怎么理解你的话？我以为你会感到惊喜。在我们的故事中，那个公主有一个钟爱的情人，他们如此的相爱，以至于不惜违抗女王的命令，宁可和自己的情人一起被送上断头台。可是就在行刑前的晚上，女王亲自找他谈了。谈什么？Everything we dream for， 像零星的